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 今天要带大家去曼谷新的 Outlet Siam Premium Outlet， 现在是交通公园，大家好好看哦。Apple Link Makassan ลงสถานีเพชรบุรีครับเพชรบุรีได้ครับโอเคเพชรบุรีถึงมักกะสันได้ครับประมาณ5นาที5นาทีเดินใช่ไหมคะได้ครับอ๋อขอบคุณค่ะHi, 大家好，我是 Ellie， 今天要去一个新的 Outlet 叫 Siam Premium Outlet。然后这个 Outlet 呢是最近新开的，它就开在索纳普机场附近，所以我们这支影片呢会是到 Siam Premium Outlet 的交通攻略。我现在在 MRT Sukhumvit， 就是 ASOK 那一站的 MRT， 其实蛮快的。我们现在在 Sukhumvit，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搭到 Phetchaburi， 然后再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 Airport Link 的 Makassan Station。今天会带大家用接驳车的方式到 Siam Premium Outlet， 它的接驳车呢是在 Apple Link 的 Makassan。สถานี Phetchaburi Phetchaburi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rain Makassan 的话是一号出口。我现在到 MRT Phetchaburi 了，然后泰国人应该都会念 Phetchaburi 吧，这不是重点。我现在要从 MRT 走到 Apple Link Makassan， 刚问的那个卖票的人，他说只要五分钟走路就到了。对，一号出口，这有个手扶梯。好，这个出口是一个室外的出口，大家走到 MRT Phetchaburi站的一号出口外面呢，就会是这样子的景色。哎，外面还有一些小摊在卖水果。出来之后还蛮 easy 的，这边就有指标了。但是我们必须快一点，因为在 Apple Link Makassan 这一站的接驳车呢，它最早是从7:30开始发车，然后到8点，接下来就9点，然后是9:30，接下来是10点、11点、12点，这样每一个小时一班车。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要错过比较好。现在是早上9:30，所以我打算搭10点的接驳车过去 Outlet， 要走经过一个非常长的。那个叫什么 Airport Link 的空桥，给大家看一下这空桥多长。现在要走到这个对面，才是 Airport Link Makassan。这卡，好看那卡，好看那个 ，by Siam Premium Outlet Shuttle Bus。Outlet bus， and then right now， yes， okay， just right there， yes， okay， 好看卡。我刚经过空桥之后呢，其实就只要往前走，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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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底右转下去就到了。因为我们从空桥过来的话呢，会是在2楼，然后接驳车会是在1楼，还蛮 easy 的，而且还蛮快的。如果从 MRT Sukhumvit 到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用20分钟就到了，还包含走路哦。我看到哲哲嘞，哲哲。Hello， 哎，你今天穿你的招牌？对啊，你的相机呢？这里啊，这里。这地方就是等车区，然后现在有两个人在那边等。接驳车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沿着这个
空桥走回来这个马卡伞的出口，然后在这边就可以招到计程车，或者是大家可以叫 Grab。ใช่ไหมคะโอเคค่ะพี่ขอบคุณค่ะผมเช่นกังต่อซีหยางพรีเมียมเอาเลท刚进的车是285泰铢然后再加上刚刚的过路费25泰铢所以大概300泰铢从 Apple Link Makassan 一直到西洋 Premium Outlet 也是还蛮 OK 然后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面等一下我换镜头有做一些瀑布什么之类的好大家我现在到了 Outlet 里今天是开幕所以人好多前面有一个喷水表演你来看一下做个纪念我跟贝板拍照了我刚看到我想要买的气炸锅今天刚好到 Outlet 看哎有卖耶这边卖4590跟网络上的差不多也还不错哲哲刚刚想要试炸被炸Under Armour 现在打三折很便宜耶 Under Armour 看一下看一下哦但敌人他们要去买那个360度的相机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哎对啊现在也有 sale 出来一个小时然后里面的人要出来外面的人再进去再补再进去所以它到底有多便宜啊我问一下哦可是那个天地冻死哈琴猜买它对啊我吃你哦ก็คือลดราคาอยู่แล้วแต่ว่าซื้ออีก5ชิ้นก็จะลดอีก 40% ค่ะแต่ว่าสินค้าที่มันลดมากกว่า 50% จะไม่ร่วมรายการนะคะก็เหมือน50แล้วก็ออนท็อปอีก40ครับผมนี่เหรออ๋อมีบัตรคิวไหมคะมีบัตรคิวเชิญด้านในเลยค่ะพี่ถ้าไม่มีบัตรคิวก็ต้องสนใจนะคะ5折买4个之后呢再帮你打4折好便宜耶来体验一下20เราจะอัดบัตรคิวให้นะคะลูกค้าค่ะ所以它有一些 condition 但是这样算起来最低折扣一折哎，我觉得超便宜的啦虽然我没有进去里面逛因为它现在要等那个 BQ 但是很兴奋对不对听到好兴奋哦好我们现在先去看那个360度的相机走吧进店里安德阿玛的耳机2190打到对折哎，原价是5900，大概6000泰铢，这里现在只要2190，所以这样几折，大概有4折吧。哇，好便宜哦！这刚刚第二买的这个292290，这游戏他们都戴着面具，很难得看到这个景象，因为现在 COVID 期间，其实 Starbucks 人也蛮多的，给大家看一下。很夸张哎！刚刚 Eddie 抱怨我的相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相机是我借他的，还抱怨说这个很难用。我那个刚刚一打开，他就说什么哦，光很好哎。这边还没有，还蛮多人做那样啾啾的，人好多，3个人要 share 2个座位。大家看后面这个 SIM 卡超便宜，如果大家有拍影片的话，应该会蛮有兴趣的。哎，这里有一份 boy 耶。就是我们俩好安静哦。对，那第一个地方来呢？听听名，一粉 boy 耶。今天是一粉 boy， 然后如果大家到泰国来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这里逛逛。他不是开实业，他是等一下我教你，你买的这个洗衣他还没有买，还没有买，付钱，还没付钱。我记得他的市价好像是50几块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买又比较便宜。好，我现在要去结账。对，他们在那边吃饭。你好，想来你好。嗨卡，我们先吃个鬼夹好了。
ก๋วยจั๊บแล้วก็ใส่มาม่าเป็นมาม่าก๋วยจั๊บนะครับมาม่าก๋วยจั๊บค่ะก๋วยจั๊บไว้โลก店点的这是冬阴龟渣，龟屌冬阴波兰，就它没有加椰奶，还是就是清汤的。然后我点的是妈妈龟渣，丝莲。对啊，完全不一样。素菜是炒锅。对，就是叫他不要放虾米。卖熬贡汤。熬贡汤。买买手标牌。这个好咖啡单米啊。这里好美哦。大牌是七号，现在是九十七号。ได้มาแล้วนะครับ กาแฟโบราณ传统咖啡。点的是抹茶奶绿，除了泰奶之外呢，这个我觉得也蛮推荐的。对，因为对，因为这个蛮特别的。然后哲哲他点的是咖啡波兰，就是泰国传统咖啡，泰国传统咖啡。咖啡就是咖啡的意思。对，通常那个咖啡波兰呢，如果加奶的叫做 Yoglo， 但没有加的叫 Olia、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就是去这边随时就可以了。已经放弃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学无术的 Ellie 什么都不懂，只好让敌人来解释。来，他没有在误会很大。嗯哼，就是其实泰国的绿茶它是。深绿色的，然后呢泡完之后它是因为加了牛奶所以变成抹茶的颜色，那事实上呢它的口感除了绿茶的味道还有带一点点茉莉花香，有对，所以跟日式所谓的传统抹茶是不一样的。嗯，原来是这样，好，我要站起来，好累哦。怎么都掉了。大家如果喜欢哲哲的影片的话呢，就是去这里，这里在这边吧，这里没有，在这边哦，在这边吧，好，来。好，我们刚喝完茶单吗？现在要回家了，那如果呢大家有到机场来的话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这个奥莱逛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因为它这边有集合还蛮多品牌的，而且这里呢还有蛮多特价商品，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新的购物地点。 OK，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影片，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我现在要回去了，打算要叫计程车，因为现在的接驳车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一班，要等太久，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坐计程车到机场，然后转搭 BTS 或 MRT。 照片然后在那边微笑啊，你这样讲我就有画面了。好恶心哦，好恶心哦，我